大家早安，今天呢要去信义区，我等下要去配眼镜，然后今天有两位朋友，反正今天现在有两个人在我家看猫咪，然后我们等下三个人要一起去信义区，我要去配眼镜，然后还想要去看一下鞋子，然后就大家都有各自想要做的事情，有人要去看耳环，然后我们等下看完呢，应该会在附近在想，目前在想要去吃什么，有可能去吃苏妈妈，或者去吃苏妈妈，苏妈妈。是苏妈啊，苏阿姨啦，苏妈妈华灯初上，看太多了，好白痴哦、喔。我们现在呢，想要去 A13，我不太确定 A13是 Jeans 还是 On Days， 但我想说去看一下，选的大概。不知道多久，超多个选项，决定要配这个金色的。我现在要去拿眼镜了，现在差不多5:40，然后等一下拿完应该逛一下，我们就要去吃苏阿姨，不是苏妈妈，苏阿姨。哦，这样好，比较好一点。我喜欢后面有镜子，然后拍到我在拍你。真的、啊？好，我去看一下。这个，转半圈，这个，转半圈上摆一个。这里老偏，对啊，你看，近看，好了，偏。真的。其实星光三月决定他的消费偏心，有优惠哦。拜拜。挑选是拜。两位男友。我们已经等了大概半小时了吧，但超多人在这里等的。你，捕捉到。拍完了。对。那要由拍的吗？拉出来。你要。不是。老板，我要拉喽。这等一下，这等一下。你还想点卡是不是？我拉了哦。等一下啦。来喽。不要害怕我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新眼镜，而且我配的这是金色的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。那时候有金色跟玫瑰金在选，然后我觉得我想要偏银色，但它没有银色，比较亮的金色，所以呢，我就选了这个。我们现在呢要去旁边的底片叔叔，我想要去买一个新底片，就我有在虾皮上面买，但是还来不及，想说等一下去看看。回片中，希望老。嗨，大家，现在的时空旅行，然后现在是晚上的11:00。然后我刚刚呢去三创买了我的新相机，对，这支影片都在换新的东西。我买的呢是 Canon 的 G7 Mark III，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颜色跟型号。好，其实我现在这台相机是 Canon 的 M50 嘛，就是我用蛮久了，用了大概快3年了，然后它真的快挂了，我真的没有在夸张，这一台真的是把它用到，就是消耗量如果是从100开始的话，我现在大概用了90了吧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摔到东西的人，然后它就是常常被我不小心摔到。然后包括我带他去拍泡汤，就应该是上一支或上上一支 vlog 吧。然后我们去 KTV 的时候，我的那个荧幕直接变得超恐怖的，就是
直接宕机，然后没办法关机，关机他也不理我，我还要就把电池拿出来，它才会画面没有，就超恐怖。反正就是我这台相机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快坏掉，然后就一直在找新相机，然后那时候就没有买。但是呢，我因为我更确定我的需求，就是我想要出门带起来比较方便的。像我现在在用的这一台，我觉得其实它就有一点大，然后加上我又架麦克风什么的，所以其实出门常常我有时候懒得出门带它，就是因为它真的太重，跟它一直挂在肩膀上。其实对我来讲，就是久了，其实我会觉得肩膀还蛮有负担的。然后现在来拆给大家看，因为我刚刚其实在买的时候已经有拆开来过了，就是一个这样，就是里面东西很简单。然后买这一台好像是19,900，它应该算傻瓜相机吧，就是以这种小小的相机来讲，它价钱其实算不便宜。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买这一台 M50 的时候，其实好像是20,000而已吧，就没有到很便宜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我买的颜色是银色的，它有两个颜色选项，一个是全黑，一个是银的。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习惯，是因为它这是上翻荧幕，然后我自己平常用的是侧翻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要花一段时间适应，就是往上看。然后因为它是上翻，所以如果我要架麦克风的话呢，就会有点讨厌，所以我就要再另外买一个小热靴吗？但是我还没买啊，我想说先用它原本的机身录音看看，就收音看看，如果不清楚的话，我再去买一个热靴架这样子。OK。然后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在问我为什么不买 Sony 要买这个。其实我想了很久，到底要买 ZV-1 还是要买这一台，我真的是想了非常非常久，到底要买 Canon 呢还是要买 Sony。 因为我自己之前用 Sony 那台，我自己觉得它非常好，而且 Sony 那台是侧翻萤幕吧，多方考量后决定。而且因为重点是它这台真的长得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长得超漂亮的，不觉得吗？我觉得银色真的是神来一笔耶，就是比起全黑我一定会挑银色的，就有一种复古感。新相机的电池好像不会有电，但是我想说可以试试看，大概录个10秒，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画面上的差异之类的。OK， 哦，而且我觉得这一台很棒，就是那时候我问他，就说如果在外面真的没电的话，其实可以用行充充电吗？就是它可以机身充电，真的很方便。我才刚开机，他就告诉我快没电，他在闪红灯了。好了，应该有差吧。我自己也看不太出来，我要剪的时候才看比较清楚。反正呢，对，这就是新相机。然后这支影片的后半段就从这里开始呢，应该都是用这个相机，新相机录的。好，希望它不要让我失望。 OK， 我要去收行李，因为我明天要回台中，这支影片的后半段应该也都是在台中度过的。好，大家早安，今天呢是礼拜六，然后是我回台中的第一天。今天呢要出门跟陈佑儒还有燕燕他们出去吃东西，然后出去玩耶、我现在呢在走去清景泽的路上。对，其实是他们约吃清景泽，然后我是去餐饮咖的，可是他要走好远哦，好像要走10分钟。我们的都一样吗？对，喝风波的都一样。对，其他都一样的。好，是那一侧的。对，嗯。然后我看到你，马去打保龄球，没错。现在在等保龄球换我们，所以我们在2楼的地方。可以请局长玩游戏中，我觉得我一直录到这叮叮哐哐的声音。来宾们，座位号码83号。我们是87号，所以要再等一下才会换我。Getting closer to just being enough.
球了，要去晴美的路上。你是不是刚刚在找镜头？对。连我那个你刚刚那个吸管呢、啊？我们来吃春水堂，而且很幸运的呢，我们没有等。耶。那你知道我们两个怎样吗？好哦，对，你们俩差不多哎。对啊，不是啊，我小二的时候还出。哎、欸，待会快给你哦。什么东西好、啊？待会快给你。要怎么吃？把那个都咬断。等一下哦。我想吃超级久了，它里面是金沙吗？耶、yeah, ！我每次都想点，但是因为它要四颗，需要有人陪我几分。好，耶、yeah! ！我们吃饱了，现在要去成品晃晃。太多选项了，我们三个现在一起来挑鞋子。你怎么会在站起来去？真的、哦？你站起来我看一下。你裤子不要拉起来了。我没有拉起啊，站起来自己穿。今天是初一，我哥被我拖出门要去新冠。哎、欸，你的口罩超可爱的，他的口罩是耶能给我，然后我再给他的。出门。我现在来星巴克买一下抹茶拿铁。点这个，然后再另外加抹茶粉会很抹，但是呢，我刚问的那一家它只能加四下，我看的是可以加到六下或八下，对啊，反正呢我加了四下，然后加了一下糖浆，但我觉得有一点点没有很甜，就没什么味道，然后也没有到非常抹，但我觉得已经比它原本好很多了啦，所以如果下次可以点的话，应该会点个两下糖浆，因为我是特大杯的啦，特大杯的话我应该会点两下糖浆，然后可能再多加几勺抹茶粉，如果它可以的话。我的饮料洒了，都是我哥刚叫我用手机，还有没有喊拿我的饮料，然后他就洒了。天哪，我要疯掉！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呢要出门赶公车，所以不能讲太多话。今天呢要去吃早午餐，出门出门。跟瑞奇约10:30，然后呢，现在11:26，但是我觉得他会迟到，所以呢，我自己就先进来。我应该会点这个，然后，然后点一个这个跟罗瑞奇一起分，然后呢，饮料还在想，可能就是点拿铁吧。是一样的，my favorite verse, you'll always be my favorite choice, your name is on my favorite words, and I don't need to say it twice, cause I know you can feel it too, oh my god, I'm so in love with you, baby won't you take my hand, don't be shy, I need
很浓哎、欸，好赞哦、喔！就是这样子，一条一条的。哦，我觉得这一个人吃一定会太腻。哦，没有人知道排他被吃的画面。好，然后呢？我想要哪？我本来要跟我哥约去星光，结果现在外面突然下大雨，超夸张。我们本来初一要去星光，结果也是下大雨，他就不带我去。对、嗯，画画放过来。我跟我哥现在在排 Lady M， 然后我们两个冒着大雨，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到市政府，剩两分钟就到星光，就突然就开始下大雨，然后给大家看我的头发。我们都全湿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在排 Lady M， 我们主要呢就是为了 Lady M 来星光的，对。购买成功，其实他这间没有我想要吃的抹茶。限定草莓的，其实我刚刚犹豫很久，到底要巧克力还是草莓的，然后后来买了草莓的，好吃吗？Lady M 旅行结束。Let's just find out pretty blue jeans and me.